Hello 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又系我 DSC 索聊文啦。咁啊，继续嚟到我哋2020年 DSC Passpaper 解卷 MC 卷第八条嘅位置啦。咁啊，佢考紧啲乜嘢呢？都系典型嘅问法啊，呢一个。咁佢就话咧，而家系有个坐标喺度嗱。咁啊，为咗方便起见咧，咁我会用一种间尺嘅。咁啊，考紧试嘅时候咧，当然就唔使啦，因为佢幅图系标注埋俾你噶嘛。咁啊，画一画个图喺度先。咁佢就话而家有个坐标喺度嘅。咁啊，呢个坐标咧就系画得咧系偏高少少嘅咁样啦。好，咁啊，打直呢条叫做 Y 轴啦，咁啊，打横呢条系 X 轴啦。好啦，然之后咧，佢就话有两条嘅直线，一条咧就叫 L 1，咁 L 1咧个样咧大概就系咁样嘅。好啦，咁而 L 2咧个样咧大概就系咁样嘅。系啦，大概就系咁啦。咁抹翻低先，呢一条叫做 L 1，呢条咧叫做 L 2。咁样去做嘅，咁佢就话啦，啊，原来系有方程俾埋你嘅，哦，L 1咧就叫做 x 啦，再加 a y， 跟住咧再加 b 咧等于零嘅。好啦，而嗰个 L 2咧就会系 b x 啦，啊呢条啊 L 2系呢条啊，咁啊 b x 啦，再加翻 y， 再加翻 c 就会等于零嘅。咁呢个咧就系 L 1同埋 L 2嘅嗰个方程啦。咁佢就话 which of the following must be true 嘅，咁佢就问咗几句啦。第一句佢就问你 c 细过零啱唔啱嘅。咁第二句佢就问你 a 乘 b 咧系细过一啱唔啱嘅。咁第三句咧佢就问你 a 乘 c 咧系细过 b 咧啱唔啱嘅。好啦，咁做呢一类方法，即系做呢一类题目咧，最快的方法都系代点噶啦。咁代下点啦。嗱，我当呢点咧就叫做零一，呢点咧我就叫佢做零三。咁呢点咧我就当佢叫做一二咁样嘅。咁我直接走去揾 L 一同 L 二嘅方程出嚟，直接揾到 a 同埋 b。跟住呢一度，我亦都系直接咧会揾到呢个叫做 B 同埋 C 啦。咁啊，直接揾到佢出嚟嘅时候咧，咁我就知道啊边个大过边个咁样噶啦，吓成件事就系咁啦。好，咁我哋事不宜迟啦，即刻开波啦。咁啊，对于 L 1嘅方程嚟讲啦，咁佢嘅斜率咧就会系呢一个L 1啊，我哋 mark 低先，就会系叫做二减一啦，再除翻呢一个叫做一减零啦，咁样嘅。咁然之后咧就会等于翻。这个叫做 y 减1啦，除翻 x 减零嘅，咁呢个就系 L 1嘅方程嚟嘅。好啦，咁呢一个位啊，咁啊会系二减1啦，即系一，一除一即系一，咁啊将 x 减零即系 x 乘过去对面一，咁所以 x 咧就会等于 y 减1，咁呢个就直接系 L 1嘅方程啦。好啦，直接系 L 1嘅方程嘅时候咧，就执到去变成咁嘅样先，因为要对翻嗰啲未知数啊，咁所以就系 x 啦减 y。再加一咧，等于翻零，所以呢个位置我知噶啦。嗱，我用第二只色笔 mark 低佢先啊。咁啊，对翻呢两条嘅 formula 啦。咁你会见到 A 咧根本就系负一嚟嘅，然之后咧 B 根本就系一嚟嘅，吓咁所以你知道 A 同 B 系啲乜嘢啦。好啦，咁跟住嗱，再做落去啦，我哋做埋嗰个L 2先。好啦，对于 L 2嚟讲，咁啊佢系用紧呢两点啦，咁所以咧就会系呢一个叫做 y 减三啦，除以 x 减零啦。就会等于翻呢一个叫做三减二，再除翻零减一咁样嘅，系啦，咁呢个就系 L 二嘅方程啦。好啦，化简下佢先，咁啊 y 减三再除以 x 啦，等于翻呢个三减二系一，一除负一系负一，所以 y 减三等于翻咧呢一个叫做负 x。好啦，咁啊个样要执到同佢一样嘅吓，咁所以咧我就将 a、b、c 咧摆晒，唔系即系黐线将 b、x 同埋 y 同埋 c 咧摆晒个左手边，咁所以咧就系 x 啦，再加 y 啦，再减三等于翻零啦。好啦，你比对到噶啦 ，b 咧就会等于一，跟住咧嗱呢个刚才都计到嘅 ，b 系一嚟噶吓。好啦，跟住呢一度咧 y 咧对到系一啦，咁所以咧 c 咧就会等于翻负三。好啦，即系话 a 系负一。B 是 1,C 是负 3, 咁我全部都知道，是我全都知道，是就是这样。跟住呢是这里，咁所以 C 是负 3, 咁问你 C 是小过 0, 啱唔啱，咁当然啱啦。好啦，咁 A 同 B 一个是负 1, 一个是1噃，咁成埋会小过负 1, 小过 1, 啱唔啱呢，咁因为负正就得负嘛，负数当然会小过 1 啦，所以呢个都是啱嘅。好啦 ,A 乘 C 系几多呢 ?A 系负 1,C 就是负 3, 咁 A 乘 C 呢就会是正3嚟嘅。好啦，而 B 系几多啊 ？B 系一嚟嘅，咁啊一会唔会大过三啊？一唔会大过三啦，咁所以第三句会系错嘅，咁所以得头两句系啱嘅，头两句系啱嘅时候咧，第八条嘅答案就系 A 啦，耶、yeah, ，就系咁搞嘅，咁啊代点落去做咧系最简单嘅方法。好，我哋下条影片再见，拜拜。